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现在在西双版纳，我现在准备去他们当地的菜市场去逛一下。我现在在这一片区域呢是景洪市区，就跟告庄市区不一样，它这里是一般的居民生活的地方，但告庄就是一个旅游景点旅游区，所以不太一样。你好，25一斤。现在的榴莲还是有点贵的。什么呀？是牦牛肉吗？怎么卖的？这是30块一包是吗？哦，它这是风干的还是烤干的？感觉还可以。这种是比较好一点的芒果干的吗？看起来这芒果干还可以，比较大片，而且看起来比较厚一点。这里就是卖一些泰国跟越南的小零食吧。我看到了我很喜欢的泡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这梨3斤10元，这葡萄，哦，这个是提子，提子6块钱，冬枣8块钱。本自16。现在先去蔬菜区看一下。蔬菜区这些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到了一个东西，这个折耳根，一般在贵州地区比较多，云南也有一些。这怎么卖啊？啊？8块呀、啊。买一点16。买两个，买两个看一下吧。9块钱。酸豆角，多一，酸多一，酸多一，酸的。用来干嘛的呀？吃嘛，直接吃。蘸吧，蘸一包，蘸一包。哦。这个是茴香吗？茴香草。回现在挺干净了，大家都没有买。这个紫色的豆角，5块，最好吃的那个豆角。这个紫色的，我记得豆角都没有紫色的。有啊，这个豆角最好吃的，还是吗？直接炒着吃吗？啊，炒吃煮吃都可以，拿个直接打蒸水吃也可以，最好吃这个豆角。那这个是直接切了吃，还是把豆子要拿出来啊？啊，这样吧。这个是软壳的，这个前面都可以吃，只要你这个薄的就可以了。这里想薄就薄的，这个前面都可以吃。就是野的小苦瓜。哦，野的小苦瓜。这是野的什么？苦果。苦果。大的野的。这个怎么吃啊？就少的，松的可以松。直接吃吗？炒的吃。炒的，松的。哇，这个什么笋啊？这是腌制过的笋，奇奇怪怪的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水果。这是什么鱼？有点像夜市上面。嗯，这鱼怎么卖？小的5块，大的6块。一只吗？啊？是按只来卖呢？按只还是按斤？按斤卖。哦，好的。5块钱一斤，哎，挺便宜的。这个鱼啊非常好吃，很嫩的，烤一下味道相当好。这是干嘛用的呀？吃啊。直接吃吗？炒来吃。炒来吃啊。苦凉苦凉的。苦凉苦凉的，像苦瓜那样的。没有苦瓜苦。没有苦瓜苦啊。那是需要放辣椒进去炒吗？就是还是直接跟菜炒菜一样炒？对呀，炒炒放点盐。哦。黄豆芽。腌制类的东西。这个豆腐。今天买了两个石榴，
得以前我来云南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要啃一个石榴。这里就是干货区，比石斛呀这么多。60块钱一斤是吗？那现在石斛的价格便宜了很多。哦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是像灵芝，哎，是灵芝吗？你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没错，我说的没有错，野生灵芝120。哇，在这边就把。逛完了菜市场，我们再去水果批发市场看一下。我觉得旅行在路上，就是走在这种异乡的街上，好漫无目的的闲逛，也是一种乐趣。你们觉得呢？啊，这边的水果就比较多，不知道会不会便宜一些。我又看到了榴莲，这边榴莲怎么卖啊？哦，那跟外面差不多了。这个可是个，我们卖15块，可以13块给你一个。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划开就可以吃了。这没吃过。